家坐扶梯上去，擺你頂入去，擺入去，你就可以坐得實，係嘛？辛苦啲，擺住冇所謂啦。貴重嘢攞過嚟就得啦，貴重嘢擺住，貴重嘢攞過嚟得。
行政这一块，他们再去了公证处。啊？你打个182那个噻，你春秋去年怎么我就一直用182那个，那么用那个182，哪里嘛？青海。可能过的三栋了，信号不好，就说你让他把那个水污，就说那个啥东西，你让他把那个水污。扫描进去，然后呢，有没有上传那个身份证资料这些有没有？然后已经好了吗？可以了是吧？然后卡取了之后，然后用手机微信扫描那个白色二维码，那个白色的说明书有没有白色的？对，白色的二维码就是说那个白色说明书啊，就不是那个卡的二维码，就是那个说明书的二维码，现在可以用你。Gracias.